诸位同学，请看《光明觉品》，文殊菩萨记赞第八首看起，第八首：若于一切智发生回向心，见性无所生，当获大名称。这首偈前面两句我们讲过了，现在呢要看的是后面两句：见性无所生。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次句又观性理，为了回向心，本自不生，是立相回向也。立相求佛得名成果。这首偈确确实实给我们说的菩提超越情见的这个偈颂在一开头给我们讲的菩提超情超越情识。即使讲到劝求还是立相还是不着相即相立相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从文殊菩萨赞颂这几首偈知道义理很深境界确实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不思议华严经幕后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真是说的这个什么人能入呢普贤行愿我们今天也学普贤行愿行不行呢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我们情执没放下。菩提超情啊，情执没放下不行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懂的。什么叫情见呢？简单的说，妄想分别执着。总的来讲什么叫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在讲习里面讲得很浅显。我平常讲的16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
没放下了。啊，这个是最严重的妄想分别之处。我们每一天习惯在其中，习而不察了，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就是佛法里头讲的情见。障碍菩提，障碍涅槃。再跟你说，说得严重一点，障碍念佛往生。我们现在在学这些经教，学经教的时候障碍开悟，这个麻烦大了。那么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呢？要看自己。自己想不想处理？愿不愿意处理？肯不肯处理？啊，那你要是真干呢？真干这十六个字的方向，很想放下了，实在放不下了。啊，有什么方法叫我放下？方法是有，说出来你也做不到。那就不说算了。啊，我常常劝人，这十六个字要看淡一点。烦恼习气现行的时候，也就是讲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贪图享受，烦恼习气现行，念阿弥陀佛吧，把那个念头转变成阿弥陀佛，或者观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重复的念个十遍二十遍，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冲淡，天天要保持。假以时日，就能产生效果。这很重要啊！啊，对于这个誓愿，啊，就是佛常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学佛的人，尤其是初学佛。必须要找个依靠啊！啊，学佛的人依靠什么呢？依靠三宝。啊，三宝，我们在传授三规的时候说得很具体。啊，佛宝是阿弥陀佛。你要真正相信，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法宝是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啊，净土有五经一论，五经一论里面这两种最重要，啊，我们把它当作日常课诵来学习。啊，僧宝，观音实质啊，观音菩萨的慈悲，大势至菩萨的智慧。啊，我们现在一般习惯讲理智。这不是感情啊，理智跟慈悲合起来，这是僧宝啊。理性的慈悲不是感情的啊。学佛没有别的，心同佛，愿同佛，言同佛，行同佛，你这叫真学佛啊。佛不在世，三宝里头以法宝为第一，佛在世的时候佛宝第一啊，这不能不知道啊！佛不在世的时候，法宝是第一。正是所谓“一法不一人”呐。啊，依什么法？你要知道，依自己主修的法门。啊，我今天主修的是无量寿经，是弥陀经。无量寿经所依的注解，黄念祖的注解好啊，弥陀经的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啊，要解又有两种注解，云音法师的讲记，宝镜法师的清文记，两种注解都好，可以帮助你学习啊。我在这些年当中，这是我主修的过程啊，修学必须要正解、真信、依教修行啊，依照经论的教诲、祖师大德的开示，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这叫修行啊！啊，至于华严，那确实提高自己的境界啊，落实在念佛法门，肯定提升自己的品位。好事情啊！啊，所以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
发生回向心，见心无所生。这句话怎么讲？前面我们读过，发心无心呐，无心怎么会生心呢？啊，真如本性里头，一法不离，哪里来的法运？哪里来的去求？这是宗门所谓啊，向上一招啊。那为什么菩萨在前面说若于一切智要发生回向心？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很明白，所以利见而知，这真知又恐至极，这是对什么？对浅学人说的。特别是对刚刚入住人说的。啊，当然性满入住啊，大多数不会，怕有少数。啊，少数是什么人呢？二乘根性的人。啊，他带着有二乘习气，所以要劝他发心，这就提醒他，有提有用啊。你已经证得不动之佛了，要起作用。啊，你虽证得，并没有究竟圆满。你才在十住位啊，上面还有啊，有十行，有十回向，有十地，有等觉，有妙觉。你怎么可以止于现前的境界，得少为足呢？所以要劝啊，要劝你啊，发生回向心，同时提醒你，你曾经发了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现在已经入佛位了，你要兑现啊，你说话要算话了，要不然你不是打妄语了啊。这个叫什么呢？自己未度先度众生。诸位要知道，自己未度是讲自己没有证到究竟圆满，自己现在是化身菩萨，先度众生。其实度众生就是帮助自己提升啊，谚语常讲啊，教学相长啊，师资道合
啊，所以化身菩萨帮助一切众生，就是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决定不回避。度众生辛不辛苦呢？见性无所生，吉相立相，立相吉相，他有没有辛苦？他没有，跟我们六道里凡夫确实不一样。我们总是以凡夫心来看他们，觉得他们很辛苦，尤其众生叛逆，不接受教诲，看到菩萨苦口婆心，有些人替菩萨难过，也都是好意，但是不知道菩萨境界。我们今天在华严里面看到菩萨境界，就大可以放心了。自行化他，修行正果，都不着相啊！相呢？相要照做。八相成道，这是常常说的，为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就是说还没觉悟的，执迷不悟，那就叫苦难众生了，为他们做好样子啊，现身做好样子，说法做好样子，虽然做好样子，确实没有起心，没动念，这就是见心无所生，所以他得大明成。这个大明称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再看第九首下面的这众生无有生，一佛无有坏，若得如是智，当成无上道。我们听了这首偈子，心里会很安慰呀。尤其是生在现代的社会，灾难很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就理得心安，道理得到了。心安，诸佛如来菩萨声闻应化在世间，都是这个境界，请娘注解好。这是这十首偈里面的第三段，有一首偈，请看清凉大师的注解：三次一偈，所见众生一切成真，
故无生坏呀。其实对章四前面呢已经讲的很多，所见众生先要知道众生两个字的本意，生是生起，众是众缘，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所以动物是众生，植物也是众生，矿物山河大地也是众生，自然现象还是众缘和合而生，包括虚空，我们今天讲时间空间啊，宇宙之间哪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全都是啊。所以众生不只是讲人呐、啊，讲人那这个意思太窄小了。啊，确实是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刹土里面所有一切现象。众生两个字全都包括了。一称其真，确确实实的，众生像是妙有啊，性是真空啊，这真空是什么呢？法性啊，性是法性的，法性无性，所以叫真空。真空不空啊，啊，为什么呢？能现妙有啊，虚空是他现的，法界是他现的。啊，刹土是他现的，所有一切众生之力也是他现的，一切众生之体就是法性。法性是真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什么名称都加不上。宗门大德说了，说思一物即不住，说不出来。这是一切众生之离体，我们这个身也是众生啊，我们的体也是法性啊，没有例外的 啊我们这个体跟畜生的体一个体啊，我们的体跟树草树木花草是一个体啊，我们跟山河大地也是一个体啊。我们跟泥土沙石也是一个体，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心没有生灭，相也没有生灭，啊，现在我们讲相有生灭，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这佛常讲啊。啊，佛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随顺众生之见说。啊，我们明了啊，佛说法的原则了，是根据二谛。啊，那么经上这个说法呢，它是一真谛，是一如来自己心量境界。啊，换句话说，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所见的，啊，真的。啊，也就是说，力妄想分别执着，他所见的境界。啊，凡夫呢？凡夫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所现的境界，叫俗谛。啊，俗谛我们懂啊，是我们的常识啊，我们天天生活在这里头啊，啊，佛一说我们就懂。你说哦，说一切人一切动物有生老病死，我们立刻就点头，没错，是这样的。啊，植物有成住坏空。啊，这个地球有成住坏空，啊，树木花草有生住异灭，这是我们的境界。啊，那么佛对六道凡夫总是多说俗谛，少说真谛。啊，这样教我们，我们才好懂啊。教我们断恶修善，教我们破迷开悟，教我们转凡成圣，全是俗谛。那真谛呢？真谛呢？我们就迷了。真谛里头没有善恶，没有迷悟，没有凡圣。我们不懂啊，永远迷惑啊。啊，所以世尊出世，世现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成道二七日中为化身大士。讲大方广佛华严，啊，这是真谛，完全随顺真谛，这里头没有俗谛，啊，这个发挥圆满了，这个发挥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给你讲七处九会，统统是表法的。世尊出了定之后，看看这个世间六道众生呐，啊，要帮助他们入佛境界，啊，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啊，想办学校啊，好吧，先办幼稚园，再办小学。再办中学，再办大学，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帮助你提升呢。啊，佛为我们做这种事情，啊，幼稚园、小学
就是阿含呐、啊。五识说教啊，阿含识啊，中学是方等识啊，大学是般若识啊，研究所是法华涅槃识啊。啊，这是世尊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学习啊，知道呢，凡夫要向上提升呢，是有层次的，不能劣等啊。凡夫虽然自己的灵性没有生命，灵性就是自性，本经上讲的自性，自性本性法性佛性，名词很多很多，都说一桩事。一桩事为什么说这么多名称啊？这是世尊教学的善巧，叫你不要执着，叫你不要分别，你知道说这桩事情行的啊，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真正明白了，明白就叫觉悟啊，就叫做悟入啊！啊，你把这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所以众生不生呐、啊，不生哪有命？啊，生灭不是真实。知道生灭不是真实的，你就知道所有的法相不是真实的。如果你对于法相的性质完全通达明了了，这法相就叫真相。哦，真相大白了。啊，这叫诸法实相。你看看，实性无性，实相无相。相即无相，无相即相。啊，所以这些境界相不能说有，不能说。佛用的比喻用得好，经里头常常用梦幻泡影。啊，这四个比喻里头，实际上以一个为主，那就是梦。幻泡影都是辅助的。啊，都是形容梦不是真实的。啊，可是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不能说它没有。永嘉大师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啊，就是什么？明白了，明白就没有了。明白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呢？明白梦还在，不是真没有。啊，相还在，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你要懂这个道理啊。那觉后这个境界就真的没有了吗？有，释迦牟尼佛不是在里头，佛有没有觉？觉了啊，他觉了这个空空无大千呢？对，在他心目当中是这样的，
他对这个境界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执着。你们有这个大千世界，有六道轮回，为什么？你分别他，你执着他。所以这个有无是你心里面执着的有，执着的无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掉了，有无都没有了啊。这个时候众生说有，你随顺他说有；众生说无，你随顺他说无，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才能帮助众生啊。你要随顺他了啊，到某一个境界之后，你要帮助他提升。众生说有，菩萨说无；众生说无，菩萨说有。这什么意思呢？破执着。你执着有，他说破你有的执着；你说无，你执着无，他说有，破你有的执着啊，破无。所以有无两边都不能执着啊，绝对不是佛说法自己矛盾啊。不了解佛说法意趣的人啊，看了佛经之后，释迦牟尼佛说话了，颠倒啊，一会说有，一会说无，到底是有还是无的，他没有交代清楚。这个对于佛说法的就是真神意啊，真一无所知啊。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着相。他着了言说相，着了名字相，着了心缘相。啊，于是把佛所说的意思完全错解了。啊，他根本不了解佛在说些什么。去解如来真身意啊，误解如来真身意啊，这个事情很多啊。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遇到一些台湾大学的一些教授，啊，还都是当时很知名的教授。啊，我那时候刚刚接触佛法了，他们给我谈佛法，啊，就是这般见解。啊，他们年岁比我大，老师的身份，我听了不好意思辩驳。啊，我亲近李老师，啊，把听说这些大学教授们读佛经，啊，这种解释向老师报告，老师哈哈大笑啊，吓死文道，真的，啊，那么我们也是真的。费了不少的时间呢，不断的在学习，哎，慢慢的懂得这个意思啊，确实，在看现在科学上的这个说法相应啊，科学里面讲。物质不灭，
实在讲，物质本来就不生。现在科学家懂得不承认这个宇宙间有物质的存在。宇宙之间什么东西存在呢？能量的存在。只有能存在，没有不相信有物质。物质是什么？物质是能量振动产生的幻象。他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个解释跟佛法里的非常接近。科学说动，佛法讲无明，无明就是动向，觉是静止的，是不动的，动这一念才动，就叫无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那一念不觉就是无明，所以无明是动向，我们看到这个六道轮回的相，六道轮回完全是在运动，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宇宙，宇宙之间的星球都在运动。我们所没有看到动的呢，是虚空。所以虚空在百法里面呢，列在无为法里头，虚空无为。禅定是不动的，你必须在不动里面呢，你才能够看到真相。他在动，你也跟着动，你就很不容易看到真相。你迷在里头，必须自己不迷，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所以科学这些说法的时候，跟佛法相应了。科学的发展确实帮助我们解释了佛经所说的部分现象，那佛法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理论与境界，科学现在还不能证实。科学能不能完全证实呢？在我们想象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方法不一样。有一部分局部它能证实，有一部分它不能证实。这是佛在经上都说得很明白的。科学没有立妄想分别之处，就是没有立阿赖耶，心意识功能最大的第六意识分别，但是它决定圆不到真心。我们讲发心佛心真如本性，这他圆不到。科学是从心意识里面发生出来的。所以充其量它只能够圆到心意识。心意识之外的自信啊，科学没有法子圆到啊。
如果有办法圆道，我深深相信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早就用这个来教化众生。啊，那么换句话说，圆不到就是他不能成正果。因此佛菩萨不用这个方法，他不能成正果。啊，只在旁边跟我们做助缘，使我们初学的人增长信心，坚定信心。啊，这个心还是要用经教里面的方法，我们去求。啊，这是一条正路。所以我们知道，啊，这是精神不灭了，物质不灭。啊，精神不灭就是性，啊，法性永存呐。啊，物质不灭，物质本来就不生，哪来的灭？啊，这个现象前面我们讲的很详细了。啊，所以一佛众生呢，无论从体上、从相上、从作用上，确实无有生，一佛无有坏。啊，那么这个现象上呢，现在就在现前。虽在现前，见不到。啊，为什么见不到？迷在幻象当中，迷在梦幻泡影里头啊，就这么回事情啊，这就叫可怜明者。啊，即使觉悟通达了，真的得大自在了。对这个身有没有留恋了？没有了。啊，这个身在世间岁月。啊，看到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身也在随缘，那个缘是什么呢？业力。啊，一切众生随顺业力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时候，随顺众生的缘。这个缘就叫做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哪一天感没有了，应就没有了。有感是应呐。若得如是智，当成无上道。啊，清凉大师下面的注解。知无众生呢，是无上道。啊，那你是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了。故下经云，啊，是向下经，本经有这样说：无上摩诃萨原立众生相。啊，无上摩诃萨，摩诃萨是大菩萨。无上摩诃萨就是如来，因为他前面讲无上道啊，就是诸佛如来，他根本就没有众生这个念头，所以给你讲众生完全是随顺众生之见而说的啊。你说有，佛菩萨也说有啊，你说没有，他也跟你说没有，实际上是他念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哪来的众生？
这后面这段这一句经文好啊，无上摩诃萨远离众生相，不要执着，不要分别，不要起心动念的、啊、哎呀，本来就是啊，这正是宗门所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时间到了。